来，我们继续下，在那个第四页哦，到第四页。所以你看，沙拉哇，他带的是华人进来哦，在那个圆球啊，做圆球，然后福州人哦，还有欧朗爪哇啦。然后沙巴的，你看沙巴那边呢？OK，沙巴呢，在那个烟草种植烟草那方面呢，他也是带华人进来，欧朗吉呢？哎，欧阳琴呢？李宝旺马索是中国人啊，一样的。欧阳琴呢，都是一定是来自中国的嘛。啊，然后本本多干伦巴格伯纳西哈欧阳琴呢，第三大干，only SBUB 温度门加个戈巴奇卡门一个。所以你看到有他的人数多到是讲，他们还成立一个叫一个哦，他叫伦巴格伯纳西哈欧阳琴呢。这个伦巴格伯纳西哈欧阳琴呢，是负责去维护、保护这些华人的戈巴吉干。戈巴吉干我们叫利益啊，哎，我写在这边啊。如果不懂戈巴吉干叫什么，叫不是利，福利，我讲错了，福利。戈巴吉干，哎，照顾这些华人的福利啦。哎，我来发哈，这是我们第四面是安德姆罗的啦，在不丹尼跟婆罗门啊。哎，你没有发现到马来人呢？马来人做什么？马来人有做在这个婆罗门啊跟巴拉当啊里面吗？不丹尼里面没有。哎，马来人全部在哪里？在甘榜做渔夫、做农夫啊这些。说、so, 他们没有参与在这婆罗门安，还有这个布拉达安这方面。那这些劳工很多都是来自外国的，印度还有中国的劳工。哎、okay,，在这方面呢、啊。OK，然后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还是在第四面啊，跟着我啊。第四面这有一点点比较难解释了，就是这样子。哎呀。OK，before、okay, 我去讲 Scala Bersa，我看下这个练习，我们可以做下练习一下。我不是一直讲这个。不弱。哎呀，哎，你们有这个课本吗？你可以帮我 check 一样东西，我怕我这个 note 有一点问题，我才发现，我要 double check 一下。你看啊，after 这个 Buro 的 Perlombongan 哦，到 Under Pertanian 嘛，就跟我们 note 一样哦。after 这个 Pertanian 他们有没有？是不是到这个 Kemasukan Buro 这个地方这个 part？是吗？是不是？你帮我 check 一下，如果你们没有的话，我就要去拿我的史加拉课本了。我们下。有吗？你们有 check 到吗？这是第6课的。Let me check for a while 啊，technology bureau Pertanian，哎，对呀、啊，真的是对，没有错。
这一份我给你们的 nota 是没有错的，but 我可以先讲一点东西，就是关于这一个 bureau 这边刚刚好，它也是关于到 bureau，我可以讲一点这个 part 啊，我先 skip 掉你们 nota 的那个 scala bursa dan percivi 跟 export 那个 part，我先 skip 掉，我们直接去看这一面。或者你们可以翻开，其实是在你们的 nota 第六页。你们看你们的 nota 第六页，buro 这边看到吗？Gemasukan buro dari China dan India。翻开你们第六页，page number 6，某个 surat 6，这个我可以讲，因为刚刚好是到 buro 这边，全部 OK 啊？到看到这一面啊，nota 啊，buro 这边，就看我们讲到。啊，British 哦，他有带华人还有印度人的这个劳工进来嘛，是不是？所以这两个国家的劳工他进来呢，他们有不同的方法，给他们使用不同的方法。OK，这个方法呢，我们有两种啦。哎，大致上这边是有这个 system contract，还有 system 那个你。OK，看啦，我们先看 system contract 先。Buruh dari China dibawa oleh majikan untuk bekerja di lombong biji timah. Okay, so 这些劳工啊，来自中国的呢，这些我们讲公司，majikan 叫公司。哎，这些公司呢，他们就会去到中国。带这些中国劳工回来到这个达纳马来就帮他们在这个矿场做工，锡矿场啊。OK，so、okay, 在这边呢是 system contract 这边哦，这个公司呢，他们就会每年就干担保，担保我们叫承，哎，叫什么？好叫吗？那个叫什么？突然间承包一个字，叫什么啊？我们算是不是，我们讲它其实它叫车费，你知道没有？当帮不讲了，路啊路啊，我叫什么？哎呦，所以我怀疑叫什么啊？想不到那个字，有谁可以帮一下我？怀疑，当帮不讲了呢。你知道，因为他们以前不是坐船的、啊，他们就是坐，哎，不是坐车的，也不是坐飞机，他们坐这种像船的，说写船费啦，哎，没比较容易一点，船费就是费用啦，哎，就是你的车费啊、运费啊这些全部，马吉干呢他们会提供，还有食物啊、穿的啦，还有住的地方，哎，这是 system contract。也就是说，因为好像我是中国人嘛，这些公司去到这个中国来去招募这些中国的劳工，然后我没有钱吗？我连这个车费啊、船费都没有给不起嘛，没关系，公司他会提供你这些船费，然后吃的、住的啊，然后呢，他会给你一张，我算是一张，我想是 contract 的啦，那什么叫 system contract 啦？诶，来注明说你是欠钱的还是不是欠钱的？OK，如果你是欠钱的话，你就需要帮这个马吉干工作到特定的时间来把还清你这些单帮啊、马卡南这些。诶，不是 free 的上面有你自己的，你这些公司帮你先出，然后你再跟他们做工，这个按照这个 system contract。OK，然后这个 system Kangani 呢，这个 Kangani 是给。这一个印度的，哎，印度人的康达尼啊，你记起来，其实康达尼是给 India 的啊。然后康达尼呢，其实康达尼它是一个我们讲称号，康达尼的意思叫做可多坦六或是曼多拉，全部都是一样的意思来的。哎，或者是本耶列拉当格达，本耶列叫管理。
就是那个我们讲橡胶园的管理员呐、啊，哎，我这样写了，橡胶园的管理员啊，所以他们会怎样？他们会去那里，他们会特定的去到这个 India 去招募这一些印度人的劳工。所以看到这些马吉干哦，他会猛喊大吗？哎，马吉干就是这个公司，好像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OK，我这个公司老板呢，我就会派这个坎甘尼帮我去到印度啊，去招啊，去收集招募这些印度的员工。OK，回来去我的我的橡胶园工作。OK，然后所有的这个当帮团讲的这个船费啊、路费啊、过路费啊，全部。都是由这个坎甘尼会去管理啦，哎，他们还会去搞点嘛，就是出啊，去还的这些钱。OK，然后无论我们是一个就是一个互当当帮手的噻，看我讲了，因为这些我们讲这些船费啊、过路费啊，全部不是 free 的哦。这些无论呢，他必须要跟这个马吉干做工，一直到这些当帮的互当是欠啊债务啊，全部他讲他还清。OK，这个是这两个的这一个方法啦。哎，system contract 的 system 看给你。OK，我先讲到这两个 system 先，哎，system contract 和 system 看给你，然后你们去看一下练习。OK。练习啊，你看这个练习的这一面，第二题，对吧？第一题我已经做了，你们那题已经做了。第二题，这关于部落的，第二题 A B C，这个 D 不用做，因为 D 我还没有讲，D 是这个 part 的下面这个 part，哎，我先不讲先，你先做 A B 跟 C，这个答案全部刚才我在那个 note 里面，你们 note 那边有了。快坐下啊！等我再给你们投答案。你们不要等，等我的答案罢了，自己 try 找答案，全部有在找到。
一分钟啊，我讨论啊。Okay, so like jelaskan perusahaan ekonomi yang terlibat dalam 或是 dengan pelaksanaan sistem tersebut. 这两个 sistem 就是 sistem contract 跟我讲的啦 ，sistem contract 跟 sistem kongani. 所以在什么经济活动里面有这两个 sistem contract 跟 sistem kongani 使用到这两种这个 buro， 这个 buro 要用到这个两个 sistem 在什么经济活动？要不听听我懂，看到吗？一个是什么？一个是 busy demand， 对不对？一个是，等一下，疙瘩，哎，拉档这边我是讲疙瘩啦，疙瘩拉档，哎，这两个，所以答案是你们写，它的答案是 perusahaan， perusahaan busy demand。必须的吗？还有另外一个是不乌沙哈安，不大，两个 ，OK， 两，这里呢？Apakah peranan pihak majikan melalui sistem kontrak? Sistem kontrak 里面 majikan 的角色是？是吧？他的角色就是这样，每年就干担保回家干呐，每年就干马干呐，每年就干巴干呀，每年就干登巴丁噶，全部都是答案。只是要写多少个？你看分数来写啊。两分的话，你至少写两个。哎，说不然呢？你的答案是不然呢？比哈马提干马拉瑞西西啊 ，system contract 也啦，每年就干。这个担保不讲了呢，然后什么？每年的担保不讲了啊？那个什么？马卡南、巴卡扬、登巴丁噶。哦，写完进去，因为方便你们去记了啊。如果我们背诵这个题目。OK， 然后第三他讲为什么 pemilik ladang 啊，这些马吉干啊，他都会派这刚刚你去印度呢？哎，答案就在这里啊。第一个一定要想到的啦，他很蛮很大，刚刚你个印度人都 mencari buruh 咯。第二个是什么？他们 urus 他们的 tambang dan perjalanan buruh， 这个就是两个答案，然后就去管理啊。这个去处理了，我们不是管理了，去处理这些劳工的这个车程啊、费用啊、路程啊这些，全部他们会去管理、去处理啦。所以你
这个答案呢，你就写了：Pemilik ladang menghantar kami ke India untuk mencari mencari buruh lah. Okay, mencari buruh, nah, hendak mengurus, si处理, mengurus ini tambang dan perjalanan buruh. Ya, itu soalannya. Jadi, kita harus ni harus kita lengkap lebih jelas lah. Pemilik ada menghantarkan kami ke India untuk semua cari buruh lah, mengurus tambang dan perjalanan buruh. OK，还有5分钟，我还可以讲一点，继续上去这个部落那边的，写好了吗？大家，来，火焰、召唤、深潭、白红，等一下，写好了哦。转换写好吗？转换。好了，OK。So，我们去看回一个 nota，看回 nota 前面的，哎，还有一点点时间，哎，我要讲多一点点吧。啊，看回这边刚才的 system contract 跟 system Kangani 这一个 part，可所以看啊，就是因为这种。啊，我们讲这些公司呢，他派这些代表，他们去中国啊、印度啊去找这些劳工嘛，说、so, 他延伸了一个问题，也就是那一些公司啊，他们利用这些部落，他们欺负这些部落，哎，导致到这些部落的福利啊越来越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呢，British 呢他就成立了这一个，我们讲。Jabatan Hal Ewa China，也就是这个 Chinese Protectorate，去保护这些中国的劳工不被利用，the exploitation，马林东意思保护的意思啊，没容易保护，哎，保护这些中国劳工，哎，不收。利用，或者是我们讲欺负啦，这个叫 Jabatan Hak Ewa China，在多少年？在1887年的时候，1887年。另外一个呢，它有这个 Ordinance Bureau Contract，在1882年，Ordinance 其实是一个法令来的，哎，就是劳工法令，算是一个劳工法令啦。哎，Ordinance Bureau Contract 1882年，去保护也是一样，保护员工。然后第三呢，在1908年的时候呢，Majlis Perundangan Singapura 就是在中国啊，哎，不是中国吧，新加坡呢，他们成立这个 Tabung Immigrant India，我们讲是一个基金啊，这个基金呢。是 memberi kemudahan pelayaran percuma kepada India, perlu India yang datang ke negeri-negeri Melayu. So, 这个 Tabung Immigrant India 呢，是帮助那些想要从印度来到达纳马来又工作的劳工啊，他给他们 free 的这个路船费。哎，memberi kemudahan pelayaran percuma 就是 free 的船费，让他们过来，不然的话，他们全部他们要给钱嘛，对不对？他们必须要欠这些公司哦，一直到他们还完这个船费为止嘞。所以他们就成立了这个 Tabung 来帮助这些部落的 India 咯，所以他们就不会那么的辛苦啦。哎，就是还没有做工之前，他们就已经欠钱了啊，当时很可怜的，他们被欺负。然后他们做的工的时候，他们的工钱都很少很少，所以他们必须要做很久很久很久哦。才还清他们的债务，还清他们船费，因为这些马吉干啊，这些公司他们利用他们嘛，特地去骗他们，要让他们做更久，给他们点一点的钱。OK，然后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你看 GDP 啊，就是我们的经济成长呢，就是
不啊，慢慢的、慢慢的也吸引啊，来自印尼啊的劳工啊，就是中东的那个印度尼西亚Pekerja Pulau Jawa 来自爪哇岛的哈、啊、的印尼劳工呢，来我们的国家做工。OK，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劳工的状况，system contract system 看看你。Understand？OK，so 我们就先到这里先啦。OK，我们到这里先。然后上面的这些啊，像火焰、转换、震撼啊，你们三个人，你们没有看到的这些，你请看回去我的 video，然后写上去这些意思，去了解一下。Right，OK 了，我们就先到这里，你们可以下课啊，没吃饭的就可以去吃饭了。Bye，我们下星期见。Bye.